角色，然后你给了我两位最棒的男演员跟最棒的女演员张孝全、宋小月、张书豪。没有你们对于表演的专注跟热情，不会有今天这么棒的表演经验。谢谢你们。很记得啊，走开，走开。像我父亲一样的老师一直演导演，如果没有你陪着我一路走来，我不会认识电影，认识表演，认识我自己，然后我终于得奖了，然后我要谢谢一路上帮助过我的最甜美的玉如清小姐、陈依丽小姐、菲菲，每一天都我们静怡。